珍珠项链。有一个5岁嘅细路女叫海海。有一次佢同妈妈去买嘢，佢见到一条颈链，海海就唔停咁样叫妈妈买条颈链俾佢。妈妈睇咗价钱系99蚊，佢就望住海海好期待嘅眼神咁讲：差唔多系100蚊。如果你真系要，我会俾多啲家务你做，你就可以好快自己赚到钱。仲有下星期你过生日，婆婆又会俾50蚊你。海海回到屋企就打开佢嘅小钱箱数一数，有20蚊。食完饭之后，除咗帮妈妈收拾碗筷抹台之外，又帮妈妈倒垃圾，多赚15蚊。第二日一早，佢又去隔篱李太屋企问李太可唔可以帮佢拖地，再赚多15蚊。海海生日嗰日，婆婆真系俾咗50蚊佢，佢终于赚够钱，高高兴兴咁样买咗条颈链。海海真系好中意条颈链啊，无论去边都会戴住，甚至上床瞓觉都唔肯将条颈链除落嚟，只系游水或者冲凉嗰阵时先至会暂时除一除。因为妈妈同海海讲过，嗰条颈链浸到水咧就会生锈，链上面嘅珍珠就会变色。海海嘅爸爸亦都系好锡海海嘅。有一晚，爸爸问海海爱唔爱佢，海海同爸爸讲当然爱啦。于是乎，爸爸就问海海可唔可以将条颈链送咗俾佢，海海唔肯，反而同爸爸讲将一只红尾巴嘅马仔送俾爸爸。爸爸话唔紧要啦，爸爸爱你。之后锡咗海海一啖，就同佢讲晚安。一星期之后，爸爸又问海海爱唔爱佢，可唔可以将条颈链送俾爸爸，海海唔肯。但是他就将自己最喜意的洋娃娃送给爸爸，爸爸说不要紧，爸爸爱你。之后又锡了海海一啖，跟他讲晚安。几日之后，爸爸见到海海喊得很犀利，于是乎就问他发生什么事。海海只是将手伸向爸爸，将他一直不舍得给爸爸的珠链送了给他。爸爸手接过颈链，一手在裤袋拿了一个天鹅绒的盒子出来递了给海海，同时多谢他将自己最心爱的物件送了给自己。爸爸亦都有一样东西要送给海海的。海海一打开个盒，大叫了一声，原来是用真的珍珠所做的颈链，是不会生锈，还闪闪发光。爸爸跟海海说，你可以一直带着它，连冲凉都不用除下来了。朋友，你愿不愿意用假的珠链去换真的珠链呢？又有哪个会拒绝用细块的饼干去换一个大蛋糕？但是首先你就要放低手入面原来的那一个。人生都是这样，能够放下才有得着。